而且说他学了三个月的中文，我真的不觉得他是学三个月的中文，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。但是今天我到了现场，然后我突然发现，其实他不是说的好，他是背的好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。就我希望我们的创始人能够去鼓励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，然后他的这个努力和他的这个表现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，这个付出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谢谢。接下来请现场创始人们为你们最喜欢的四位学员撑腰，倒计时开始。哎，把手举起来，自己是几号？好紧张啊！飞飞飞飞！海璐姐姐，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我也有很巴的心理，但我今天我问个个人问题啊，先，张一凡，嗯，就我挺喜欢你的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能，老师您问。叫姐就行。姐姐。哎哎。你那个两眼含水，瘪嘴望天，下壳抖抖的那个动作要领能教给我吗？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，我身边有特别多特别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你。你告诉我你在做这个表情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每次我就想的就是别哭，不能哭了。哦，不哭不哭，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嗯。哦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其实你小的时候受过很严苛的训练嘛，芭蕾舞，你是不是练腿练控制的时候也是别哭别哭？就可能嗯，控腿呀、搬腿就都习惯了，然后就也不会哭了。但是在这里可能会有很多心理上的压力，对吗？嗯嗯，太紧张了。不用紧张。好吗？嗯，乖乖的，好好的啊。嗯，那海璐姐，您来模仿一下，您刚刚说张一凡那个小表情，可不可以？两眼含水，瘪嘴望天。啊！好像。倩姐，你也来一下。我肯定没有张一凡可爱，但是也很可爱了。对，我不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，从表演上来讲哈，这真的是一个人物特性动作，所以你这一下就赢了，我觉得。嗯，谢谢姐姐。好，我刚刚拿到了统计结果了，究竟是不送战队的红色，还是 LDG 战队的蓝色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紧张。一步成诗，同时也恭喜奈奈以120撑腰值成为了撑腰王，祝贺不送战队和教练们，还有学员们，恭喜！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。啊，奈奈要说话吗？奈奈要说话。这是在我的心里，我想我常被大家认为是可爱。和中文不好的女生，但是我想被大家记住，我一直在赢。嗯，记住了，很棒，谢谢。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透气不假面，兰蔻让你一起为小姐姐加油。够自然，不怕近看；够轻盈，清透自在；够持妆，无惧油汗。
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清透自然，全日持妆无压力。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透气不假面。法国兰蔻。兰蔻幺九六，让我敢做舞台的焦点。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透气不假面。感谢兰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双方教练队伍果然是势均力敌，比分追得十分紧。接下来的这一轮也是最后一轮，就是决胜局，胜负马上就要揭晓了。教练们，你们紧张吗？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我紧张，我要跳河了，我现在，我们马上就要跳河了，别急。好，十后队是不送战队的最受关注队，同样 LTG 战队也有一支学员心中的最受关注战队，那就是接下来要为大家进行表演的世界不会轻易崩塌 Showtime。 陈建丹加油。世界对面那是谁啊？原创好像打歌舞台主持人。 Showtime， 请旋转舞台。麒麟男一杆要来了，我们的蛮牛要开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 LTG 战队声乐方向的混合金属，有我们在，世界不会轻易崩塌。我们是世界不会轻易崩塌。我觉得最强都在我们这儿，因为我们组都是大 vocal，像西林王一景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一景，他的声音因为听起来就是偏成熟一点的声音，甜中带一点忧伤的感觉，一开口你就知道这就是王一景，这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。我一直都是对西林很认可，就他的声线对歌曲诠释跟表达我认为是非常好的。vocal 实力是毋庸置疑的，强强联手，我对我们的舞台非常有信心。每个人说一下自己心中的中心位吧，好吧，我就先说吧，我心中中心位就是西林。对，我打算推荐西林。按实力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心里的中心位是西林。嗯，对，拿到这首歌之后，我就觉得西林那一高同学就很适合，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C 位当之无愧。我先推荐，不是那啥。